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三，嘛是旧历的二月十六。根据这个通书的记载，明仔在位伫个在正南方，好时是早起的九点到十一点哦。另外，还有什么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过来哦，这个问题是让农民真烦恼哦。讲这期的土豆哦，因为雨水无够，加上天气热哦，这土豆叶啊拢反黄变大气哦。这整体收成哦，至少会来减少两成。农民就希望这个天公伯啊，有听到因的心声，赶紧来落雨，解决这欠水的问题。天气继续高温，加上欠雨水，和新港种土豆的农民真烦恼。农民表示，以往这个时间温度无高，而且有春雨，今年天气异常，加上高温，真侪栽种落去的土豆，表面拢被烧气吸甲大黄，将会影响未来的收成。今年无雨水，土十个拢黄遐，诶，土豆啦，树啊拢未消化，诶，树啊拢会冻，就上热，扑未起啊。哎呀，欠雨水啦，收花啦，收成数量会减少起来啦。新港乡的溪底定兴定川是种土豆重要区域，虽然农民习惯一期栽种水稻，二期才开始种土豆，但是同款有真侪农民伫旧年年初就开始种土豆，五月收成了后，二期才种水稻或者是麻仔，想袂到今年甲即马无雨，搁天气热，互农民真烦恼。价格涨的啦，差不多价格半啦，吼、哦、啊多差不多五月尾，土豆本价多八几万多好啦，嘿一期的啦，二期的也满啦，是较早你说吼，提到一凉，即摆提到未凉啊，迄天气都歹去啊啦，愈来生活愈太艰苦过啦。面对天气异常，农民只好抽水灌溉，嘛会使达到降温的效果。但是增加电钱成本，未来收成嘛真悲观，可农民非常无奈。多张新闻，台北新港采访报道。农民真烦恼，这个土豆的收成无好。不过即马咱要来看卖哦，这个高丽菜状况是安怎？免钱哦，这立法委员林聪敏服务处哦，讲按即马开始，拢会直接向农民来采购上届新鲜的高丽菜，然后哦，再到这社区邻里哦，分送给民众，除了互乡亲会当品尝到在地上届新鲜的蔬菜以外，嘛希望会当来挽救这个高丽菜菜价。有免费的高丽菜汤摕，里面摕到手，大家拢是笑嗨嗨。拿两个高兴吗？没有，高兴。来排队摕免费蔬菜，大部分拢是婆婆妈妈，要安怎料理新鲜的高丽菜，大家拢真有信心。做咸饭，炸高丽菜饭，高丽菜饭炒高丽菜，做泡菜。到时候出来蔬菜哈，阿帮大农民哈。对，因为即马高丽菜甲包心白菜价少一直落，产地价每公斤只剩两三块。为着刺激消费，同时鼓励民众加食咱中华在地新鲜蔬菜，立法委员林聪明服务处是甲农民计价，透早直接对摊内底采收，然后就送到中华市各里甲社区来分送。这样选量多，啊价少有较俗，啊无较成本，啊所以讲咱一寡农民吼啊。我都来采收，啊，咱立委林传敏甲议员林传喜，啊，来为着要帮助这农民，所以咱甲这高丽菜，啊，大家，哦，这要来，予咱着这乡亲。立委林传敏服务处表示，伊个这礼拜会向咱县内的农民购买3000粒高丽菜来送予乡亲，鼓励民众加食蔬菜，刺激消费。大众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在咧这个公共场所，公共那心脏病、心脏无咧跳，爱做虾米款的措施？有了这个傻瓜电击器哦，讲这个急救的成功率会当提升到5%。因此，这个河滨镇公所的清洁队哦，就特别利用这个安全卫生教育的讲习机会，教这个清洁队员正确的使用 AED， 希望哦，因会当化身为救护天使哦，掌握这个急救的时机来。
因应公共场所普遍设置 AED 傻瓜电击器的需要，和平镇公所清洁队特别利用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讲习，来教导清洁队员学向正确使用 AED， 应付救人黄金时间。那有一个人如果晕倒的时候，你在这三到五分钟的时候是一个黄金救命时间。那你如果说，有民众可以先做 CPR。那我们就先做 CPR， 那就可以叫另外一个民众先去拿 AED， 那 AED 来到现场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帮病人做电击，那这样子病人被你救回来的机会就比较高。清洁队人员表示，有机会加学一项技能，有好无歹。学这 CPR 是现在对着当然真好用啊，啊，搁迄落电击器啊，啊，你公共场所的时阵，闹迄落物件，对着人啊，拄啊昏去啊是啥都。会当使用啊！清洁队人员逐工长时间伫咧大街小巷收垃圾，真容易拄到紧急救护的机会。而且每一个清洁队员学向这项急救的技能，就敢那拍拍走的救护小蜜蜂来保护民众的健康。平常我们队员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如果遇到有民众需要急救的这个时机急救时间是黄金时间是三至五分钟，我们可以赶在救护车。来临之前可以施救。今年一月，立法院已经通过，若是公共场所符合人口密集、老大人活动地点、偏远地区等条件，都必须来设置 AED。清洁队尽早实施 AED 的使用，搭配 CPR， 对急救成效帮助真大。多条新闻，咱们请何美采访报道。好，继续来关心今日大中华地区有来发生什么大细项的代志，来看大中华报你知。中华一位农民在一个月之前发现，原本饲在笼仔内面的鸡，竟然会家己走到笼仔外面。原本以为是厝内面的人将伊放出来散步，不过经过观察了后发现，原来这只鸡无介意被关在笼仔内面，趁饲主无注意的时阵，利用头部将笼仔的门堵起来，才阁行出去。这么巧的鸡，嘛让饲主感觉真神奇。快乐的儿童节又搁要来到，今年大可有连续假期，假使无想要出门搭车，即马八卦山大可有赏樱活动。因为每年儿童节的前后是火面狂樱过境中华八卦山风景区的高峰期，假使想要观赏老鹰的英姿，不妨会使考虑来八卦山行一撮。彰化县皮头乡农会代表吴高能专门种超大的菜头来送给冻酸林。超大菜头要种三个月，比一般菜头所需要时间搁较长，吃起来口感就甲一般的菜头差不多。今年大可拄到农会选举，伊就挽十外条超大的菜头来送给李干事甲总干事的冻酸林。所有人拢讲，这份好礼真正是送到心肝来。鹿港文殊伫咧即个四月二十号哦，将遵循鼓励举行考生的祈福活动，除了会送予学生哦即个智慧币的福袋以外，佫会带着考生来拾破地板青菜，祈求考运顺利。